达，既无灾于外，则得用意。权大小处以成德位置，成物之功，所至匪逆，推己而呆物之隐，格物以成己知之。既有虚于外，则得用南北，而小处因所至较小，所行未大，仅有亨之用，而得谓光大。大处则所处者多，所推者广，多则不齐，推则非赞。此志之远大，行之宽宏，必有后力以达之，奸臣以治之，故非图外师之备，而必先中德之充，故不重亨而重真利也。盖怨亨者，天道小处因时以成其用，故云亨见天时之所与也。利贞者，人道大处因人以顺乎时，故云利贞见人利之当免也。然大处故待于小处矣，其德用有过之，无不及，而亦教众人事，即令天时之宜，亦赖人力之应顺。苟天时有未至，犹须人谋之匡襄，此大处以人道未先也。而由此足以其天道之符合，为天人相协，乃易卦往来之象所重。在前为往为天，在后为来为人，则小处之先天道者，至大处故重则人事矣。人事既立，天道自见。立贞之德，即足至元亨之用，非先有立贞，不独元亨不易见，且或因处之利于道，而以招无妄之灾，如无妄六三爻之战，岂非以物而生之省乎？是大处但举立贞，既以明卦用之所先，亦以见义教之所重，非为大处之用不如小处也。宗主附注：大处卦以处的名，处亦见小处，不外处与欲之用，而处又含留旨意，卦上未艮，亦旨也。名为山，则序之众多，如山之巨。诗曰：至乃丘梁，沿其流积之后，至一指也。至而堆高，如山如腹，曰至。大处之至，亦由即以高至如山也。故上卦取艮象，言如农人积粮草为仓为盾也，上有所负，如负如丘，见其众多也。以小名言，重在处物，未利用复生之本。以君子言，重在处德，未成人成物之基，皆贵在多积而久留也。是处之用，以储蓄为第一义，以生育为第二义。储蓄亦为生育也，蓄而不育，与无蓄同；育而不蓄，与无育同。二者本末初衷之事也。
古人养民先治身，多处以备荒，多积以待急，皆以蓄治愈之意。盖取法与一小大处也，大处以所蓄大，所欲亦大，则其主之者得意义者，谓意义隆。此盛世之治，大乱之业，非徒为一方一时计也。故辞称其力争，而传赞其得时。力争所以成元亨，得时所以通天道，是人世之效，可以其余未遇之功也。大处力争，不加时疾，力涉大川，宣圣讲义，此大处彖辞，民权挂盖用也。大处以更前和，甘为天，主一切生化，更为山，主藏蓄万物，二者合而为用，则物得其生成的所培育，此所以有大处之称也。卦以刚在中，而上一刚，中含二阴，刚贵柔用，柔重刚守，用得其道，守有其本，得先力争，谓刚在内也。刚内非有藏不出，以阳志在外也。故虽主力争，而有不加时之战，不加时者，至于外也。卦象是科。